体爆料，超级偶像团体时代少年团正在筹备出道30周年巡回演唱会，有许多粉丝表示无限期待。据新闻报道，本年度最佳男演员得主马嘉祺拍摄的最新电影即将杀青。马老师这场简直太棒了，下一场飞车戏我们准备了替身，您休息一会儿先。不用导演，我可以自己来。哦，那太好了，那您休息一下，我们去准备。好。你们的游戏规则对我来说已经不管用了。马老师，洛兰导演的新电影想和您聊一下大概构思，您看我们约个什么时间方便？辛苦帮安排到30周年巡回演唱会之后吧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哥哥们，根据可靠消息，明天的巡演《无敌牛》五大洲延满30场，而且全是万人场，公司这次可花大价钱了。耀文还是这么可爱，世界巡演30场。巡演可不是一般的累啊，体能训练不能落下啊。那个我举报，刘耀文超级卷的，别说30场，我估计300场都不成问题。哎呦喂，是吗？亚轩你呢？掰手腕还能掰得过张哥吗？哎呀，丁哥，你这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。呦呦呦，马哥怎么不说话呀？马哥，票房过百亿了，装高冷是吧？马哥，快说个话。马上杀青了，等我回去聊。机位推得更近一些，我需要看到他的眼神。演员调整一下情绪。3、2、1 ，Action。咔，情绪不对。你所演绎的内容是你在生活中遇到了挫折，你不应该更加去表现出一种落寞的情绪，而是应该想到你年少时曾经许下的梦想，少年迎风而来的感觉。我先帮你找一下感觉，之后你再试一下。好。大概就是这种感觉，我们再来一遍吧。咔，非常好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收工，辛苦了各位。哎，导演，这次合作特别愉快，这个唱片作为一个小礼物送给您。哎，导演，我再八卦一下。您少年时的梦想是什么？应该就是他们吧。唱片？谁？他们？宋老师，听说您最近几年迷上了唱片收藏，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宝贝们吗？我其实一直都觉得音乐虽然是无形的，但是我们必须要用有形的容器去把它们承载起来。我觉得这种音乐是不受束缚、不受限制的，它是自由的。然后这张专辑呢，是我在26年前收藏的一张专辑，你一起来听一听。
觉得它很创新，然后融合了很多新的乐器。因为音乐也是艺术中的一部分，所以我觉得用艺术去充盈大家的生活也是我的愿望。对，也不完全对，就是我想通过给大家分享不同的音乐，希望通过音乐的方式可以形成一种新的欲望、新的世界。经过不同联系的积累，可以让热爱生活的人都成为艺术家。近期时代少年团30周年的演唱会就要开始了，我会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上面。这么说来，您的梦想一直没有变，您的梦想始终在前方。预祝你们30周年演唱会一切顺利。老师，曹局长的邀请已发过来了，但是你最近工作特别忙，你要筹备时代少年团30周年巡回演唱会，你看要不要把它推掉吧？我们已经连续上了6年了，如果贸然推掉的话，可能会对主办方造成影响。但是你实在是太累了，最近。我压缩一下时间吧。可是。你先去忙吧，我再去练习一下。那好吧，那你给我注意休息哦。如果我们的人生轨迹不曾重合，那么我们会有怎样的机遇呢？我们会相遇吗？马哥喜欢老歌抒情摇滚，萨轩喜欢 R&B， 丁哥喜欢民谣，姚文喜欢 R&B 和 New Soul， 浩翔喜欢 Hip Hop 和 Trap，赫尔喜欢电子迷幻摇滚。张董，您真是神了，果然按照您的战略，我们的10部电影已顺利开机。李导、陈导、丁导、张导、尔导、周导、王导、斯皮尔伯导、詹姆斯卡梅导表示拍摄一切顺利，和我们合作的公司实在是太多了，我都有点顾不过来了，您实在是太牛了。停停停，你说吧，什么事情遇到了困难？这是我们商定的一些场地信息，但我总觉得缺点什么，但是又说不上问题是哪里，您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吗？场地挑选的没有问题，地点少了，加一场重庆，一场四川，一场山东，一场河南。哦，对对对，这是你们的出生地，是我忽略了。这也是我们梦想的出发点。几十年前我们都只是少年，属于年少时期的梦想，终究会实现。喂，张导。杨老师，您上次给我们制作的主题曲拿了最佳配乐奖，这次新片您看是不是也要给我们操刀一下？最近嘛，最近不太行，我在准备30周年巡演的歌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这边不着急，等您忙完，我就是想提前约一下您的时间。行。喂，杨老师，我们这次的开幕式准备做一支混搭的音乐，至少需要15种的乐器串联，对于不同的音乐风格您这边肯定都没问题，
定能解决我们的需求。您抽空我们聊一聊方向吧。行啊，等我忙完30周年巡演，咱们找时间聊一下。好的，那我等您消息。熬夜这么多天终于快结束了，别人开开心心看蛇碗，我们却在这工作，想哭。哎，别哭了，就是咱得笑起来，全国观众都看着咱，一会儿就上台了。王楠今天就可以好好休息休息。我好好休息休息，那你呢？工作狂魔，你不会过年的时候都不休息吧？我还有元宵节晚会，而且还有我们30周年的巡演，到时候给你留张票，你可记得要来哦。一定来，就是听起来好累啊。你好好加油，我得歇一歇了。行。对于我来说，这不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寒辞去冬雪，暖带入春风，新的一年又到了，我们也离曾经的梦想更近一步。愿大家不忘初心，未来可期。追求梦想多年，回首发现自己早已成了梦想中的样子。最终你会发现，你的梦想一直在你的前方。其实梦想最重要的并不是实现，而是为你和被你影响到的人带来无限可能。嗯，怎么样怎么样？可以可以。刚刚这一段有没有专业主持人那味儿了？真秀。我以后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。到时候你们的生日会啊，演唱会啊，都来找我主持，我给你们打8折。哎呦，八折呀。贺峻霖，我们这关系你还收钱？我以后就当个国际大导演，以后主角随便挑。哦吼。那我就当个歌手吧，然后等赚够了钱，我就开一家唱片收藏博物馆，然后把我们的作品全部收藏进去。行，那我也得当歌手，得当那种世界巨星的那种，什么格莱美那什么公告牌拿到手软。哦，到时候请文彦告诉我档期就行。那我就收敛一点吧，努努力演戏。哎呀，参股一下我们公司吧。收敛收敛一点。有点收敛，有点收敛。然后到时候开一场世界巡演。开30场。可以。有点帅。我的话，我就当一个国际知名音乐制作人吧，然后咱们的歌我全包了，要啥风格有啥风格，要啥音乐有啥音乐。看啊，这个主持人、歌手、制作人，还有公司老板、导演都齐了，那就差一个演员了，那就让我来做这个影帝吧。哇哇哦！啊，丁导的大戏记得给我留一个小角色。这个好说，这好说。好，哎，30年是不是有点太远了？那我们先想想3周年的时候怎么样吧。好。梦想还是需要我们脚踏实地的实现的嘛。对吧？是。明天还要训练，时间不早了，收拾手机吧各位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收拾手机睡觉。我点了夜宵，拿外卖。怎么洗澡去了？